在这里都卖了一架子的槟榔，现在槟榔很受争议，就是说那个致癌，这又是个充电宝，现在商店都搞那种共享充电宝，嗯，这也都是一些招聘的广告。不过这个强点了可能不招了，这个点点心思还在招，也不写价钱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也是服务员，中端以上50以下。嗯，麦当劳2点多了，啊不是麦当劳，肯德基，2点多了。好几点了？下午2点多还挺多人吃的，吃空调来的。热，2点多天热，一天之中最热的时间，好热，我躲过了，我要开空调了。